南非在哪里？南非是南非共和国的简称，位于非洲大陆的最南端，地处南半球，有彩虹之国之美誉。南非拥有三个首都，行政首都为茨内瓦，立法首都为开普敦，司法首都为布隆方丹。南非是非洲的第二大经济体，国民拥有较高的生活水平，经济相比其他非洲国家相对稳定。南非财经、法律、通讯、能源、交通业较为发达，拥有完备的硬件基础设施和股票交易市场，黄金、钻石生产量均占世界首位，深井采矿等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。在国际事务中，南非已被确定为一个中等强国，并保持显著的地区影响力。